这把出时光吗？应该可以。他们的秘密在其中，我觉得这比收佛恶魔容易多了。全都是福字亮丽。 哇，这确定神玄的回蓝跟没回应。 取两级 Q， 得到爱。我看到的越多，就发觉潜藏的东西。哇！ 有点，哎，这回推线。 确实，这乌鸦就得带艾莉，不能带征服者。改了之后更是只能带艾莉。 他在征服者伤害太垃圾了。趁我的乌鸦还没来之前，死是更好。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
死给我在上！别说了，征服者就是血，你知道吗？征服者就是血。 再说一遍，我就会告诉你。被他吃完了，我操！艾迪伤害100%，中部的高，高特别多。这是100%肯定。 他现在这个气定神闲改的，跟那个泽拉斯的被动是一样的。时光好了。 回去一趟，哪怕是真相，我意外。走吧。我在冥想时会杀人，我闭上眼睛就不用靠近。我大招无限不怕疼。其实我还想要不要再做个眼泪？乌鸦这版本蓝耗有点缺。 声音在阴影中低语，但很少。哇，血满 70% 减速。艾莉触发了36次，造成400多伤害。30多次。 我深深的明白，绝对不在身后。 第一天玩下来还是残一比较得劲，是吗？不过确实，残一会降动力，我看。你时光残一都行，但是如果你买时光的话，就相当于后期你那个生命值也很高，懂我意思？生命值高，打人也就很大。如果任凭一个蠢货跌跌撞撞的走在我前面，我就没法带着这个国家。 灰星是可以赌，艾莉都可以，艾莉平A也可以触发，就这么玩就行。这减速是真的厉害呀！ 主要时光他那被动放蓝可以回血，你用一些蓝耗技能可以回血，厉害。
好，打了没打？走了吧。现在复习城设不带还原系统。我带极速。这出兵仗最好。 买了这就算了，不说了，是吧？兵杖其实也可以买，后面买。感谢买木星和皆为的神情靴啊，谢谢。这大长腿把把 C， 玄鹤旗。 谢谢大长腿的火箭呢，还要跑车呀，烧死，烧死，都开刀，可以烧，没杀死他了，感谢送的火箭。 星界骑士考虑一下，考虑过了，但是我感觉一般。我其实有想过三速鞋，三速鞋加双面具啊，三速鞋加双面具就很爆炸，就靠那个技能来叠你的伤害百分比，或者是你单面具加兵杖也可以，面具其实那个兵杖其实不错。 兵杖会不会比较好？兵杖是可以的。100秒。 感觉还是得负 W， 他这 W 太重要了，不可能不负 W 的。我感觉来个这个好了，这个合什么？
390可以，我感觉三速鞋就可以。伤害还可以，伤害还可以，伤害是还可以，感觉双面具可以啊，双面具也可以。负E，但是E的话，负E打团不厉害呀，早死了我操！他不到我脸上了。看到你现在还敢放，对，这就是对面的理解。主要是时光杖，它会升一级，这个很恐怖的。七大师存，这么变态，半肉就完事，半肉就完事啦，兄弟们，半肉就完事啦。看下一件买什么？生命值，还有什么加生命值？生命值，法术强度，好像就只有这些。大可以把他们都杀了，但这比我向他们证明我的正确。我再来个面具吧，双面具现在是最猛的，小剑找不到第二比他厉害。主要这双面具能叠灼烧啊，很变态。一秒吸73半肉还可以，深渊一般吧，深渊其实也可以。那就不如出蓝盾，出个蓝盾推对面脸上来。
知道自己是谁，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从军队的阵营上，你就能知道战斗的结果。88点，每秒回88点，挺变态的。这怎么打人都没声音的？他这个 bug 我真服了。三速鞋后面可以换新鞋，不用就三速鞋就行。这英雄就缺移速。还是有点小脆弱，如果被激活了。有人说黑暗会与好的慢当前排，因为他们看不见我，有点烦。我刚刚应该是被死哥一直在炸吧，他是一直在炸我吧，还是得出一点抗性。那出什么抗性呢？不抗性，那就是直接晋升的呀。那好像只能晋升了。1秒回94，这吸的多好像回的多是吧？吃了72点，有点夸张。交闪现躲我 W， 这干嘛呀？交闪现躲我 W 有必要吗？太变态了，感觉。点了，对面点了，拿下兄弟们大点功，但是感觉还是有点缺伤害，到底怎么样？